我们看一下哈，氢氧化钙加醋酸，好，那这个是酸，这是碱，它是酸碱中和嘛，对不对？它会产生水，所以你可以先把水写出来，这个氢和这个氢氧根变成水，然后其他把它配在一起，好，醋酸钙就可以把它写出来，那这样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